淘气包里奇，二十九，在教室里。安迪，我们下课后去骑自行车吧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去。安迪和李奇，请你们转过身来。好的，老师。他们总是找我们的麻烦。是的，太不公平了。李奇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有一个主意，我们来做一些纸球。准备好了吗，安迪？小心点儿，我可不想找麻烦。我会抓到你的，李奇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，比尔？没有，老师，对不起。嘿，李奇。这是你扔的吗，比尔？是。是的，但是没有但是，比尔，放学后你来打扫。还有你，汤姆，你帮助他。